好的，那么站在我身边的呢，这个就跟吃非常有关系了，是来自 Chen Ling Choy Fishery 的 Mr. Chen， 还有他的妻子。那么欢迎两位来先 say 个 hello 好不好？ Hello， 大家好。是 Mr. Chen， 我首先要问一下你哈，你这个卖海鲜啊什么的，我相信价格是不是都会比较高？这个是我很关注的，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既定印象？还是说你卖去新加坡才可能价格会高一点，本地的业务就可能又有不一样的定价？你的这个业务的规模可不可以介绍一下？我讲是吧？嗯，是啊，当然是由你来介绍你的业务啊。嗯，目前在本地的这个业务规模怎么样？还好啊。每一个州都可以买到你的海鲜吗？对，可以。新加坡会比较价钱会比较高一点，他们要求的东西是要品质。OK， 这个是肯定很重要，我们出口不能够丢自己的脸。对，本地跟新加坡的业务可不可以讲一讲，是零售比较多还是批发比较多？你的这个生意两一个供应也有，批发也有，还有 walk in。OK， 就是零售也是有啦。OK， 养殖的部分也是你们的业务吗？对。OK， 能不能够讲一讲这一次得奖？哇，当然是很恭喜你啦，就是表示海鲜是有的做的，那这个心情怎么样？很高兴哦。还有要谢谢我们的团队咯。还有要谢谢我们顾客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的。是，你刚刚看了你老婆眼，你没有谢谢美丽的老婆。他知道的了。OK， 新照的是不是、OK， 那么如果那么有默契的话，可能老婆就要来讲一讲 Chen Ling Choy Fishery 未来的这个规划好不好？可能麦克风。OK， 我们 Chen Ling Choy Fishery 未来的规划就是着重于在出口部啦。我们还会再引进一些新的技术来加入一些新的元素。OK， 新的产品之类的吗？对，一些科技类的，好像现在比如讲是好像 AI 养殖法，怎么来 control 它的那个进度啦。就是效率的部分啦。好的，那么我相信人工智能啊，在养海鲜啊或者是出口海鲜的部分一定还是有其他的帮助的。我们就期待 Chen Ling Choy Fishery 有更高更好的这个发展。我们再一次谢谢 Mr. Chen 还有漂亮的妻子，谢谢两位。